的你，我的天呀，这暖的这凌晨一点多了，这郑州刮起来了大台风，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户外的工作的朋友们啊。凡事不要慌，先把手机掏出来拍朋友圈。遇到凡事不，如此庞大的广告牌，我操！真狠呀！这是卖手机这一道街。我老天爷呀，把车也砸溜了，哎呦，真是自然灾害。你看火烧不火烧？我操，跟防火片一样。现在是5月15号的0点多一点，狂风突袭辉县，电车什么的都被吹翻了，还是小区里面，外面什么情况我也没敢去看。毛衣快线。风啊，有一场事故，哎呀，真是。妈的，新乡沙尘暴来了！哟，我操！家人们。一瓶明珠的大门让吹走了，内黄不大，明珠创造神话。
往里，往里。真的是魂都在黑落了，还好还好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耶稣主啊，耶稣保佑，耶稣保佑，耶稣保佑，主保佑，主保佑，快去救一下。现场视频显示，一辆粤牌大巴侧翻在地，驾驶室前挡风玻璃破碎，多名老年乘客相互搀扶从破碎处钻出，自救脱险。另有视频显示，现场有人员流血受伤。有目击者在视频中说，大巴从一个房地产商打造的旅游度假村景点离开，下坡时出了车祸，车上全是老年人。好好对他啊，必须要过520。不是你站，你是这么说的，你是这么说的，刚才你是这么说的，我们说我们不过520，然后你说哦分了，是这么说对吧？哎呀，我说你们那是我听错了吗？恶心呢、啊、你这个嘴是不是不会说话是吧？啊，你刚才怎么说话呢？你刚才说了什么？你再重复一遍。我说你再给我重复一遍，怎么过才会更有意义、啊、然后呢，然后呢，然后说了什么？然后那句话你再给我重复一遍。啊，搞什么比喻？你别碰我，碰我，你再说一遍。你不是说采访吗？啊，不是，你站着来，你站着，你走是吧？你走是吧？到前来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那句话说的就是我们说不过，然后你直接来就分了是吧？哈，接受采访我们就分手对吧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说在你们爱情甜蜜、啊，你是这么说的吗？爱情甜蜜就说分了是吧？
那怎么可能呢？你是不是就那么说的吧？他比较伤人，不是你别碰我，你别碰我，是他先说的哈。我说祝愿你们爱情甜蜜，你是这么说的吗？你是这么说的，刚才你是这么说的。我们说我们不过520，然后你说哦分了，是这么说对吧？哎呀，我说你们那是我听错了吗？恶心啊！你这个嘴是不是不会说话是吧？啊，必须要过520。不是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道歉来，道歉。哎，好了，好了道歉。道歉，跟你道歉啊！你的脾气非常好，能找到这么温柔的、漂亮的女生，这是你的福气。是，嗯，对，好好对她啊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，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。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，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